在这里呢，我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。首先，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屏东县的大奖赏五颗星的县长潘孟安。县长好。好，介绍一下我们圆明会我们屏东县最优秀的子弟啊，钟新华副主委。副主委。在地的我们的子女哦，我们吴立华吴立伟，来吧，大宝，来，立华委员钟嘉宾，感谢你，钟嘉宾，委员好，好，再过来我们廖婉如，廖立伟。再来就是我们前立委，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苏金泉苏院长。院长好，是吧？还来念吧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永远的骄傲王洪恩王科兴啊。你又好。牡丹乡乡长潘壮志，乡长好，乡长好。所以有一点气势了，所以对不起啊。好，我就跳着念好了。我们立法委员庄瑞雄的助理来来来来周春米立委，他的代理人我们罗泰仁你好，欢迎。好，还有我们文化园区我们曾志尧曾主任，主任好，欢迎。还有我们屏东县政府我们秘书长邱华赵崇秘书长，秘书长好，大家好。我们杜正吉杜乡长，乡长好，沙宝。我们三地门乡陈乐赛乡长，乡长好。下一届的主办单位我们太武乡乡长邱登新，乡长好，乡长好，欢迎你。好，我们马家乡乡民代表会主席杜文兰，主席好。我们马家乡子弟，我们县议员高慧芬，议员好，欢迎你。好，我们地主国立内普通宫张校长，校长好。好。我们陈颖立委，他的代表人。我们罗春兰你好，欢迎你，欢迎。还有他的阿娜达我的弟弟族群委员温建华，老板委员好。对不起先介绍吴冷了好，我们再介绍就是我们立法委员，我们简东林贤抗力贤抗力。我们的同学戴锦花戴校长好。我们屏东县政府原民处处长严成仁，严处长好。南一乡乡长庄景兴，乡长好。春日乡乡长柯志强，乡长好。狮子乡乡长周英杰，满洲乡乡长余真春，乡长好。我们茂林区区长宋能正，区长好。好，我们台东县的议员张正辉，张议员，议员好，欢迎好。我们雾峰乡议员杜仁友，沙宝，议员好。三地门乡
乡亲妹。议员好。好，我们太鲁乡议员何长成。议员好。我们南义乡议员潘正义。议员好。我们春日乡议员戴文柱。议员好。我们狮子乡议员李继才。议员好，欢迎您。牡丹乡议员林才宇。议员好。我们满洲乡议员潘空福。议员好，欢迎您。拜。好，还有我们华侨总会，我们的会长李荣任、钱抗力。会长夫人好，欢迎您。好，新宝保全公司，那这次是我们的赞助单位，新宝保全公司，我们吕董，李会长。好，后面都是我们啊，这个我们六都的园林会的主委啊，我们高雄市我们园林会的主委啊，我们啊洪雨山阿布。喂，好，欢迎您。还有我们台南市我们的主委啊，白慧兰，我的学妹。主委好，阿宝。好。还有的兄弟，我们桃园区区长谢英雄。区长好，大的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就要恭请我们潘县长给我们勉励。我们欢迎我们潘发县长来勉励致辞，掌声欢迎。谢谢各方梅儿潘孟安。谢谢啊，大会主持梁乡长。还有今天与会的我们园民会中副主委带领我们园民会的所有长官、立法会所有的委员，包括助理们，还有啊来自十六个乡镇区的乡镇长、区长、议员代表会主席所带领的各位代表，以及我们马家乡的代表会主席及各部落的头目、各部落会议的主席，以及我们今天与会的。所有的各单位的代表，还有在场站了很久的淋雨的所有的选手们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我想大家期待很久，今天晚上啊要看精彩的选手之间的表演，我就简单来跟现场最深的祝福。逢到疫情呢，我们梁乡长在去年呢就积极的筹办这个排卤杯的运动会，那尤其的动员的全乡。也有精彩的节目表演，每次来到部落都每一次的感动，每一次的这种喜悦，因为每一次呢看到我们部落有非常多的从音乐、文化、艺术、工艺到所有的像这些运动竞赛，每一次满满满满的收获，所以来这边是满满的收获。再次呢谢谢让我预备我们更多养分的。我们怀鲁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尤其在大武山下，所有我们台湾最早的主人们，也有了更丰厚的养分。那我想这几天，我也是地主之一，特别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我们九个乡区的七个乡区的好朋友选手们来到我们屏东马家。那么刚刚乡长也特别讲。这几天有精彩的竞赛以外，更来自各部落的有丰硕的这个工艺及美食呢，让大家在这几天竞赛分享成绩竞逐之余，能够夺得佳绩之余呢，也让大家再一赏一下我们两马家乡的风光，在地的湖光山色以外，也让到合作各所有的摊位，大家买得愉快，吃得痛快。然后玩得爽快，大家可以在这边都得到最好的成绩，也祝福我们大会圆满顺利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也谢谢我们张会县长。